集《陀槍師姐》開拍最新一輯《陀槍師姐2020》，一眾演員呢日出席拜神儀式，包括孫軒、陳豪、滕麗明、羅仲謙、許少雄、洪永成、鄧佩儀等等，場面熱鬧。對於要擔正呢套經典劇集，阿毛同孫軒都話冇壓力，不過阿毛就要應付連場動作戲，仲整傷腳啊！咁少少咧，一開頭嘅時候就跑，咁就只腳就開始唔知有少少咩事。不過奇怪，我哋幾個都試過有事，我又試過有事，阿海仔有事，軒仔又試過有事，但係我哋都好快冇事嘅，變咗都係呢個有事唔準我哋放假嘅，我哋開工。係，跟住我又好驚啦，因為佢哋個個輪住有事，我諗下一個會唔會係我咧咁樣？係啊，咁啊冇啦，一路都冇機會拜神，因為疫情嘅問題啦。咁啊，自己帶少少護身符喺身啦，即係保保平安先。同阿毛合作过的都知道，有阿毛就有他冲的靓咖啡，这个剧组当然不例外了。这个必定的了，是啊，每朝做咯，是啊，现在开厂室内就方便一点，因为他直接一部咖啡机带回来就放在那里，那每天我就喝完了，他说今天已经没货了，因为他不是带一个 round 的，他带有初初只一袋，一大袋里面有很多袋，起码足够每天去用。是整个厂的人，不是只是说演员。而飾演黑幫的洪永成在劇中就有不少出獄場面，他講笑話在羅仲謙這些大隻仔面前很大壓力。至於被問到同拍拖年半的女友梁諾賢開始同居試婚， Tony 就即時冧豬豬啦。是不是試婚就我們暫時不是說這個目標的，純粹是即是一個試一下，即是一個一起生活是怎樣的。呢、这個即係我相信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嘢要磨合啦，所以呢個係我哋首先我哋想做同做嘅嘢啦，係。都係佢噶，即係要條，但係佢就話唔介意奉子成婚，就唔知你咩點。都朝住嗰個好好嘅方向嘅，我相信係朝住好嘅方向。